大家好，朱哥，欢迎来到今天的主观镜头的试驾介绍。今天试驾这台是全新的雪铁龙 C4。讲起雪铁龙的 C4， 真的是车不惊人死不休啊！想一下，2004年当时的初代 C4 出现的时候，它的五门版本呢，后面是圆滚滚的造型，但这全新的 C4 这个地方垂直90度的车身的折角，又有点像致敬过去那个 C4 三门掀配版本。而且这台车很特别，是呢，车尾这个角度看起来非常像跑车，但是呢，车身的高度又有点像是休旅车，而且还有这个旁边的轮拱造型。它的轴距来到了2.67米，又跟电动车非常的类似，争取车室里面最大的空间。但从车头45度看过去呢，又非常像是一台流线的跑车。所以真的不知道如何定义呢，这个法系人设计这台全新的雪铁龙的 C4， 而且它原厂搭配这个冰荷兰的配色非常的好看。如果今天呢要选择呢所谓的白色或是红色的话，要加价30000块。但我觉得冰荷兰更能够衬托出这台车既流线而且又前卫的造型，尤其是这个车头哦，这个双人字形的雪铁龙的 mark， 整个结合它的头灯，而且它头灯本身呢也是雪铁龙的 LED， 这个部分呢它是有呢自动的远近光灯，但是并没有防眩光设计啊。但是呢，日行灯上面这边以及下面这边呈现出一个人字形的造型，非常的好看。而且在最顶规的119.9万的版本呢，这个帅版本，它的 air bump 前面这个地方是雾荧框，还有包含的车侧也是一样 air bump 也是雾荧框。如果今天买的是呢入门以及中阶的车型呢，这个地方就会是亮黑的。这样的设计主要是呢防止旁边的有所碰撞，而且我觉得这台车它很贴心，旁边的怕你上下车困难，所以呢你看它这个地方呢是格外的争取出一点空间，让你上下车比较方便的，轮拱比较小，但是关起来之后呢 ，air bump 它比较突出，又能够帮助你呢避免旁边的刮伤。整台车身造型，如果你要分辨呢它的等级的话呢，在这个帅版本119.9万呢，它旁边这里是亮银的窗框，而且搭配了它有这个防窥式的玻璃，还有包含了刚刚讲的 air bump 这个地方也是雾银色的。看到这三个东西就知道了，它是最顶规的造型。而它胎圈组也很特别，18寸的双色切削铝圈，但它搭载是呢电动车专用的 ePermacy， 哦，跟电动版本的 EC4 是一样的轮胎，主要就是为了节能。而且胎圈组合呢，它的宽度只有195，也是为了省油。毕竟这台车呢，只有1.2的直列三缸汽油涡轮增压引擎，马力是130匹，扭力是23.5公斤米，搭配的是呢8速的手自排。它车尾造型也非常好看，看照片又觉得有点夸张，但是这个地方包含了它这个折线，还有包含这个地方留黑，还有后面这个尾翼。这尾翼呢，上面是挡风玻璃，下面也是。你从车室里面看呢，不会担心这个挡风玻璃的太小，这个地方也可以透视的。后面这里一样是呢两个线条，这是双人字形的尾灯设计，非常的好看。在下面 diffuser 的地方呢，还有一个后雾灯，而且这个地方也是呢钢琴烤漆面，而且它有双出的排气管。它的底盘悬吊呢，则是呢法系车非常惯用的后拖曳臂的设计。但这台车它的减震筒就很特别，减震筒呢，它是搭配所谓的雪铁龙里面呢，它是有双油路以及呢渐进式油道的魔毯悬吊系统，真的开车上路起来非常非常有感，很舒服啊。所以这台车我觉得法系车的造型呢，都是看到行路看到照片呢觉得有点夸张，但是看到实车之后才会发现呢，它的线条其实非常的浓鲜和度，蛮好看的。而它的车室里面呢也是一样，非常的有设计感，但对比的外观来讲呢，稍微略显客气了一点点哦。它的原厂呢标配是这个灰黑织布以及呢一点点的皮革的座椅，这个呢是所谓的雪铁龙 Advanced Comfort， 它的泡棉设计跟一般你习惯那种日系车、欧系车、德系车不一样，它泡棉呢看起来没有什么包覆性，但坐下去之后呢，它却会深陷其中。我觉得整台车开起来很舒服，除了刚刚讲的魔毯悬吊以外呢，这个里面泡棉的支撑度特别的柔软，非常的好的。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它看起来比较顶级一点，不要织布椅，毕竟来到了快120万的价格，你可以加价6万块，6万块选择真皮座椅之外呢，也可以同时拥有了6项的电动调整，还有呢
椅面的加热，同时呢它也有按摩功能。所以呢，如果今天选配60000块的真皮座椅，哈，按摩有了，加热有了，6项电调有了，选配起来非常的划算。那上方呢也可以选配一个60000块的 C 罗的全景天窗，还有刚刚讲的车室外观呢，你可以选择白色或红色，各加价30000块。好，这些都是比较额外选配的。但我觉得就算不选配，这个全手动的织布座椅，还有这个皮质的包覆，其实质感也非常的不差。那门板本身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跳色的类似花纹人字形的这个饰条。不过呢，以法系车来讲，他们习惯都是这个地方虽然说有皮质包覆，但上方，好、哦，还有包含下方这里的，好、哦，这里是硬质塑料，上方这里则是有一点点的软质材，但并不是那么样的软，好、哦，这是法系车的非常习惯的内装的组件。坐进来之后呢，我觉得最特别的是雪铁龙的 C4， 它内装部分一定有巧思。虽然说这个方向盘不像过去的 C4 哈、哦，所谓的外圈会转，内圈不会转，没那么夸张了。但这个世代，在这个顶级版本的 Shine 呢，119.9万的版本的这个地方，除了下方这里呢有标准的手套箱之外，上方这里很特别，这地方按一下，它是一个托盘；这个地方再按一下，它这个地方呢是变成一个平板电脑可以置放的地方，也就是呢，让你的副驾驶座的人呢，前方这里呢，可以放平板，好欣赏你的多媒体的娱乐系统。这个部分呢，则是要顶规版本才有。如果说你今天买中阶或者是入门版本的，这个地方就不是这样可以控制的。所以这个地方，这个平板电脑的控制托盘，这个真的非常贴心，非常好用，3C 时代必备的。上方这里呢，它的材质呢人字形的，这是软质材料，上方是呢软质材料的包覆。而且这台最顶规的帅版本呢，它才有这个 HUD 的抬头显示器。哦，当然在车的顶规，它才有这个 Keyless， 好，以及呢 Engine 的 Push Start， 这些都是有的。前方这里呢，则是一个5.5寸的数位的仪表板。不过这仪表板本身呢，稍嫌客气了一点点哦。主要的功能，像你呢，开启它的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的时候呢，它主要的成像都是在前面这个抬头显示器里面。但这个有20多项 ADAS 配备的 Level 2半自动驾驶，这个控制方面我觉得蛮好用的。在这个斯坦兰蒂斯集团里面呢，都是以这个暂停键以及 Play 键。非常的直觉，而这台车它也有竖线排的辨识。在中间这一点呢，则是10寸的哈。以前呢，买这个斯坦兰迪斯集团里面的 Peugeot 啦，或是雪铁龙啊，都会担心说这个中控多媒体没有跟上时代。但现在这个全新的都是全中文，而且是繁体中文化，而且这里有个 Home 键，这里一按呢，则是快速的车道的这个车身功能键。这个 Home 键按进去之后呢，你会看到它原厂就有搭载了这个繁体中文的导航系统，这个也非常的棒。 ADAS 部分呢，它也是大全配，有20多项的功能，达到了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而且这台车呢，打进倒档，它也有360度的环景的影像。好，你看啊，它解析度还不错。中间这里呢，它是倒车显影，这里只是360度的成像，而且它有多种角度的可以来变换。哦，这几乎呢都是跟其他的欧系车呢蛮类似的，不再像以前哦，看到车机呢就摇头，这个部分非常棒。而且呢，它的 Android Auto、Apple CarPlay 全部都是无线的。再往上看呢，它的空调部分有实体的按键，不过呢，它的显示屏幕呢只是出现在的这个中间的中控多媒体屏幕里面，好、哦，它并不是下方，所以下方这里呢看不到温度，这有时候有点不方便。如果说自己实体按键能够度个空调的温度会更好。下方这里有两个 Type C 以及一个 Type A 的插座，这里是手机的无线充电板，这个也是要顶规的 Shine 版本才会有。它仪表板本身呢，旁边这两边呢是可以透出一点点微微的光芒，有点像是那个气氛灯的设计。但是呢，你今天如果要买这个 C4， 有一个重点哦，你要买到这个最顶规的119.9万的 Shine 版本呢，它车头才有4颗哦停车的雷达以及呢图像警示。好、哦，但是呢，如果你买一般版本的话，中阶以及入门的话呢，它的后面才有雷达，前面则是没有雷达的。再来就是呢，它的后座的空间，我觉得也非常棒，因为毕竟这台车呢 ，C4 它还有兄弟车 EC4 电动车，所以呢，
它的轴距是来到了2.67米，也帮后座争取非常大的乘坐空间。好，但后面也是这个织布的材质。好，你要选配60000块的真皮座椅，才有前驾驶座的电动。坐进来之后呢，前方调成我的标准坐姿之后呢，我的膝部空间还有一个拳头，也有三个指头左右。它的椅子这边的内线做得非常的好，后方这里呢也有这一个后座的冷气出风口，下方有个 Type C 一个 Type A， 它中间的鞍部隆起呢只是算蛮高的，因为这台车是前轮驱动，而且它还有电动车版本。也因为这车身的底盘的原因呢，所以呢，它电动车版本的续航里程呢就没有办法像真正的电动车那么的高。它后面这里呢，椅背呢则是可以进行64分离，不过它是没有后座的中央扶手，哦，它的杯架则是要靠旁边的这个门板的部分。但整体来讲呢，它的表现中规中矩，尤其它原本哦后面呢。车身造型的关系，应该头部会非常局促，但在这里做出一个非常深的凹陷，所以呢，当你坐进来之后呢，我的头部空间至少还有一个拳头以上，非常的棒。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没有选配这个60000块的 Cello 全景天窗，它的中间后座的阅读灯呢依旧摆设的非常后面，哦，所以有天窗版本没天窗版本的灯都设计在这里，哦，这倒是蛮特别的。而它的后行李箱的置物空间，哦，你一定会担心说呢，像这样子一个溜背设计会不会很小？它后面呢，就算最顶规版本呢，它也没有电动尾门设计呢，哈，这个法系车比较基本一点。这个地方呢，它标准容积呢达到了380公升，如果说呢把椅子放倒之后呢，可以扩充到了1250公升，哦。那你不用担心它呢，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你嫌它不够深，你还可以把这个底板呢稍微再往下陷，哈，哦，没有哦，这是外国车型才有2层的，这个蛮特别的哦，因为呢国外车型的这个地方可以再往上抬升，让后面这个地方呢可以跟前面的椅背完全平整，台湾版本没有，直接就是陷到最下面，所以呢后面也会导致呢它的这个平整度呢稍稍的比较不够。如果能够呢补上，哦，它的后座的一键倾倒的按键，同时呢后面的这个照明灯也换成 LED 的，相对之下呢是会比较有时尚感的哦。接着就把这台车开上路感觉一下吧。它的马力不是重点，但它的魔毯悬吊系统非常的有感。走，接下来呢上路感受一下这一台的最新的雪铁龙 C4 汽油版本，最高阶的 Shy 版本，它售价119.9万。我觉得这台车呢，它开上路第一个感受最明显的是，原厂所标榜的魔毯悬吊真的非常的有感。它不是气压悬吊啊，也不是过去的20-30年前那个雪铁龙的液压球，而是呢这台雪铁龙的 C4 呢，它把过去放在比较高阶的 C5 Air Cross 上面的那个魔毯悬吊下放到这台 C4 上面。它减震筒里面呢是有双油道加上渐进式油路，开起来呢路面的碎震。好，过去如果开比较这个日系房车或是德系房车，那避震器比较硬的，你会对路面上面那种波动感非常有感，尤其在你经过未铺装路面或是人字孔的时候呢，会有那种非常往上上下弹跳的碎震感。但是呢这一台雪铁龙的 C4 呢，那种感觉几乎没有，避震器呢碰到了这个坑洞碰上来的感觉呢几乎把它碎震消除殆尽，这真的是非常有感的，它不是气压悬吊也不是液压球，但是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而且放在了它雪铁龙的兄弟车保时上面，哦，就算呢2008或者是 OPPO 的 MOGA 都没有这台雪铁龙 C4 的避震感觉，所以呢这台车的避震的效果避震器是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但讲起它动力的部分呢，一样还是这颗非常熟悉的斯塔兰提斯集团里面惯用的这颗直列三缸的 1.2 的涡轮增压引擎。这台车的马力有130匹，扭力的是23.5公斤。大家会不会说，哇，这个马力的只有130是不够用啊？但是呢，我发现它的最大扭力23.5公斤的爆发在1750转，所以呢，从起步到中速开起来还是蛮轻快的。但是如果你要从呢大概时速40-50要到100公里的话呢，它的加速的确就比较慢一点，因为呢高转速大马力不是它的强项，低转速大扭力则是它的优点。23.5公斤的扭力呢，其实呢放在过去也很够用了，但最大马力
如果你今天呢是诉求那种呢中速以上再加速或是越高转越有力的快感的话呢，这台车它的引擎呢则是不是这样设计的。那它的八速的八 AT 的手自排变速箱呢，我觉得它有因应呢这颗引擎稍微比较没力，所以呢它的变速箱的程式跳档呢相对之下呢让你 hold 在高转的地方呢是比较多的。尤其呢当你把它排进了 sport 模式运动模式之后呢，它的转速 keep 不是很像那种欧系或是福斯那种呢哇转速拉很高，而是呢让你更加贴近这台车呢它所爆发出的那种扭力感。当然这台车呢最棒的是 Shy 版本以及中间的 Fuel Plus 呢它有20多项的 ADAS 的主被动，所以呢当然是达到了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不过我个人会建议呢这个雪铁龙原厂引进台湾哦，在现在靠近2024年的现在呢实在不应该再以这个车价或车型来区分 ADAS 的主被动安全哦。如果今天入手是106.9万的入门的 Fuel，它就几乎是没有任何的 ADAS， 只有基本的气囊 ABS 等等的。你要买到中阶以上，它才会有完整的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哦，希望全车系都有完整的 ADAS， 因为 ADAS 不能够按照车型或车价的来区分的。再来是这台车，它的外观哦，真的是车身高度呢有点像 SUV， 但是呢车身长度轴距那么长，2.67米，又有点像是电动车的轴距。而且这台车搭载的是 ePromacy 电动车专用轮胎，所以这台车哇真的非常节能。它的油耗数据，一公升平均可以跑 17.7 公里，高速公路一公升可以跑呢20.25公里，而在市区也能够跑出14.51公里。其实呢以这样的车来讲呢非常的省油。原来我去查一下它的数据哦，原来这台车它放了这个 1.2 的直列三缸涡轮增压引擎，车子引擎相对比较小颗，但是它车重也控制在了1283公斤。在现在呢哇这个中型的这种掀背车动辄1400-1500以上的车身重量，这台车1283公斤真的是雨量级的车身。所以它的变速箱、它的引擎、它的油耗，其实为什么斯坦兰提斯呢要在这么多的车型上面放上这颗 1.2 的引擎，其实是有它的考量所在的。当然如果你今天呢对于动力方面的比较有需求的话呢，我会建议你呢就直上它的 EC4， 就是它的电动车型。但朱哥认为呢这个外观，尤其这个冰荷兰的配色搭上这个全新世代 C4 的设计， Air Pump 银色的跳色设计，还有这个侧面看起来既像四门 coupe 又像休旅车又像掀背休旅又像跑车的造型，尤其后面这里乍看图案呢觉得呢设计太复杂，但实车看起来每一个地方的线条都恰到好处，真的非常亮眼，非他莫属。如果要更亮眼一点，选择白色或红色，加价30000块，选择这台车相信开起来会非常有雅皮的快感。感谢，谢谢，拜拜。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搜索中天车厂家，或者输入 @CTI Car， 就是 CTICAR， 就能找到我们了。